TF 少年狗户外拼制，这个房间你能逃出去吗？首先热烈欢迎千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TFBOYS 易烊千玺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。今天呢，千玺第一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，我们作为东道主是吧，有一个特别大的礼包送给你。来，先说一说今天千玺来高不高兴？高兴，非常高兴。看到我必须高兴。在那个节目开始之前，我必须要唠叨一下了。现在说说原来这样讲，就是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密室，你们玩过没有？密室没玩过，就是密室逃脱，就是比如说你一个人关在一个密室里，然后你就出不去，然后想办法出去那种。哦，对，我听说过，但是没玩过。我玩过，我跟你讲。我是专业资深玩家呀，就手机游戏密室逃脱，一般每个游戏我真的我下了几百个那种游戏，但是呢每一个都是第一关就过不了，然后就把它给删了。好，好智商，好智商。